就是它的煎熬各有味道，各有味道。哇！早上买了一条藏红鱼，十六斤五两，总共花了1320块钱。今天就做一个藏红鱼的鱼油锅来尝尝，鱼鳞处理一下。三百块钱鱼肉切出来的，哇，鱼肉那么好看，中间破开，那么清新的。那么好看，全部都切好了，二楼倒油，油热了，三分一到二里面再一下。放一面，再到这个连面都是金黄色，蒸香，下开水了，下点盐，一头一个啊，做卧底的，一般做辣，一般做不辣。来，熟了，一起来。燕子，这里有，这里。还来头。嗯。软，真好吃，能喝的。我来了。走。走。你怎么慢的呀？挺好吃的，还没吃，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冰棍味道真的，真的不错。也能吃生蒸的三文鱼，上回不就吃生的吗？这个里面是芥末，我吃一个四鲜的，甜吧？他说吧。咱比那个苏州的干还是还是煎熬，各有味道，各有味道。哇！芥末还是有点少，这个芥末太重了。哪里重？少了，你上次换食品都少了，今天更少了。没什么芥末味道，有些人里面肉真软软，真挺好吃。软软绵绵，绵绵的啊。蘸点辣椒酱，加点汤面。我搞不下，把我们不用了，滚了。辣一点，又辣一点。嗯，是辣。哎呀，加点芥末汁。汤汁，这个方便面挺好。够了。哇。